前面那一块呢？还是那只是地板？哪里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看湖面就知道了。湖面其实就是一层浅冰，然后飘融。所以可以拍那个雀巢柠檬红茶的那个。可以。黑冰就这样来。所以结冰了吗？小心，掉下去，很冷。对，结冰之后有薄薄透明的一层。哎，我都不敢过去。豆豆看雪，豆豆看雪，豆豆现在躺在那边，从肚子看，自己开窗户，要修。我想要走到那边去。好，陪你走，走、啊。这边的雪。